防灾协调中心成立，桌上摆满物资包，这正是高雄817包当时志工动员的状况。远景重现，进行实况转播。各位回听现场的观众，为什么会验财布艺这么重要？文字、摄影各司其职，开启连线。只是收看转播的对象是高雄人文初阶课程学员，连厨房的香积志工也是记录重点。画面拍起来的话，它会开始使用。当时苏玉贤任教的三姓家商就在气爆重灾区，大家巴不得就是赶快往外走。竟然有一群穿着蓝白衣服的人，竟然是往里面走。我本身加入于人为真善美方面，我们都记录一些好人好事。为了让像他一样有热忱的志工能不断精进，今年首次加入空拍机课程。空拍用的无人机，政府已纳管，必须考证照才能操作，因此特地介绍法令，学员反应热烈。从静态照相、静态变到录影的动态，接着我们用这个空拍机变 3D 的感觉。从空拍、录影到平面摄影，都让学员收获满满。可以增进自己的摄影技巧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可以帮助大家。期待用心学到的技巧能记录下人间的真善美，让瞬间的感动化为永恒。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高雄综合报道。